现在人呢就在桃园机场，然后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有点素，真的是认真的素，所以请大家就是不要太介意。我们现在呢刚已经进关完了，然后准备要去登机门，然后因为我妈每次出国呢都会来买这个那个叫什么冰淇淋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里等她挤那个冰淇淋。耶、yeah, 每次出国前一定都要来，一直买一只啊。啊，你不是说不吃吗？他说他太冷了，就不想吃一次啊。啥也吃。那我也吃一个。对，我吃一个。你要吃一个吧。那我要。对啊。我也来不及，我们自己飞机。啊，不要登机了。嗯，怎么是这种口感？不吃吧。你像牛肉汤。走了，时间到了。十点的飞机，下一站。化了一个妆，然后眼妆都化好，然后底妆也化好，然后衣服也换好。你是说一餐后是哪个？现在换会文化妆。可是我们美白本来在，这样会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那你想怎样？那你彻头洗脸。哦，不过那个悲剧是我刚才不小心把相机整个机器整个摔下来，就在弄电话卡的时候，所以现在我的这个稳定器有一点坏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走路要去市集。
回来三点钟要来 check in， 你刚刚去超市买了一种软糖，刚刚要买面包，我等下去海边可以吃。我里面牙套这边两边破洞超痛。哇，怎么宽敞到我觉得我听不到，都听到自己回音了。厕所。哇，这是什么衣柜？哇，厨房哎，也蛮大的。还好 microwave， 其实我们可以买东西回来吃，比较像、啊、晚上的话。这是第一个床房，哎，还蛮大的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以隔的，还蛮大的。它又像一个 house 一样，它其实没有，它应该算是 apartment。它这个系统不是一个 hotel 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这是第二个房间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我要睡这间，挺不错的一个电视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子，哦，挺齐全的耶。其实假如自己人呢、啊，就是自己假如住的家里长这样子，我觉得也挺好的。就进来之后有个沙发，然后有个简单的这个，然后厨房吃饭的。啊，这边有个镜子，啦，然后厕所这个也很不错。啊，人在敲门。大家，我们换好衣服了，现在准备前行去。我跟你说，他坐电车，都不能刷卡，他们没有刷卡机。对啊，是啊，我知道啊。所以我还真的觉得我们钱换的不够。哦，那就没关系啊。好。现在晚上已经7:17了，有要做实测吗？不是，7:17，我们现在才正要离开海边，太阳都还这么大，真的是很酷。然后因为刚才呢在海边，因为是上空海滩，所以就是我不太方便露营，因为相机比较广角，我怕会照到别人，那不太好意思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建车。我刚才稍微冲个澡，立刻冲澡，就只是把身上的一些沙子跟那个就是按摩的油给冲掉了，就没有真的洗澡洗头，就有头发油的。因为搭飞机搭了一天，再加上今天一整天，对，就蛮油的。然后刚刚他躺在沙子上就更油。然后刚刚稍微补了一点点的 GH 点，超美的。可是我现在嘴巴超痛的，就是已经各种的，就是。然后现在赶快把影片上传完，再赶快出门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 OOTD， 就是我今天戴这个耳环超级有点可爱的，一个蓝色的，然后我是为了搭配我的裙子，特地买来在西班牙穿的，我没有穿过这样子牛仔仔裙。然后今天有一点阴天，所以也不知道等一下适不适合拍摄，而且我们等一下去逛的是 Outlet， 所以希望等一下可以拍摄，然后也祝福今天天气顺利。我们其实呢可以坐地铁来这里的，可是因为我们有点弄晚了，刚才影片上传有点慢，所以我们最后就打车来到这里。然后我上网看呢，他是说要搭11号车子才可以去逛那个 Outlet，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那种 Outlet 的直达车，可是要欧元20块，就比较贵，所以这样做反而就比较便宜。对，一个人20欧就比较便宜，就比较贵。没有，就直达车比较贵，然后这个好像2-3块钱。好的，我们因为就是我们等的车子一直没有要来，不是，是他没有，是网因为这里只有他在12点，就网小不可靠，也不是，可能 maybe 搞不好赶的时间，也有可能，对，所以就我们刚才决定说要不要离开这里，然后去搭回原本那个可以搭直达车的地方，可直达车要20欧元，就真的有点贵，20欧元是台币多少钱？就是36嘛，所以是其实也还好，也
人是700块，700块三个人，700块三个人就不太妙了。搭个车子700块，然后想说那坐电车也差不多。对，然后刚好呢，旁边因为刚刚原本在那个椅子上面呢，刚好有一个男生，对，有个热心的男生，然后他就说他要去这个地方什么什么，然后他的车子刚好来了，然后他去的地方离我们要去的那个奥莱有点近，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上，就跟着他跳上车，然后到那边再看怎么换车，希望不要被卖掉。好，现在呢时间是1点钟，然后我们刚才去问了一下。那里有一个 taxi 啊，那应该是 taxi 了吧？哪里？那个有个车牌的那个。好，我们重点呢就是我们刚才问了半个小时后呢有一班车可以到，可是还要再搭半个小时才能到，所以 total 我们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到。然后我们现在想说那干脆叫 taxi， 可是重点是因为我们没有换很多的欧元，所以我们今天很担心说怕欧元会用完。好的，我们终于上车了，这个是终于要前往奥莱的巴士，然后可能要坐个30分钟，20到30分钟。下车了，然后其实这离我们的公寓住的地方大概才1个街口的近，我们今天早上等于是就是照着网友那个，然后也没有查，哎，我们刚刚坐的这个 shopping bar 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就我们没有查到这个。对啊，然后有他突然看到他写 Barcelona， 对，他就说他我们刚刚在那边在那个 La Roca 的地方就看到他说他可以往回 Barcelona， 我们就问他，然后就之后就直接回来，然后就想说哎。其实他是用下车放我们的地方，根本就在我们饭店后面，对啊，就很好笑。所以搞了半天，还花了这么久的时间，花了这么多的。对，所以假如大家之后也想来，就是来逛的话，其实住我们这个 apartment 不错，只是他们的那个小姐服务态度没有到太好。吃饱饭回来了，一定要 show off 一下今天的战利品之其中几个。这个呢是我买的一个小围巾，就是比较细一点的，没那么宽，应该说没那么厚，就比较薄一点，然后可以当这样披着用，或者是可以缠着，就整个这样绕过去。对，然后还有新的包包，哎，这里擦好，应该这样子。新的包包。然后还有一个新的小拖鞋，我就想说随意买一个这种套的，这种叫什么，就是有点像拖鞋的凉鞋，但是是白色的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第三天，镜子有点乱，我的脸看起来有点脏，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呢，就是用昨天的直发卷了一个大卷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不用那个亮亮的，就雾面的。然后嘴巴很痛，所以就喉咙没有擦很红。我的嘴巴讲话怪怪，然后我的脸是用 GA 的气垫，因为我一直在这个来，所以每一天都是擦这个。
在下车来到精品大道之间 ，Mango， 好好好。那边有 Chanel、Gucci 跟 Dior， 看这样，干嘛？特别啊，就每个房子上面都这样漂亮。好，慢慢走一走，逛一逛。然后我们是4:30才要去圣家堂，现在几点？是还两分十个半。圣家堂。被前往圣家堂，可是因为不会买票。其实我们刚刚在麦当劳遇到一样的问题，就是刷卡的时候，所以导致他刷进去，他卡刷进去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法要输入，但我们要输入就叫 enter， 但他也不行。然后现在这边也遇到一样的问题，认真看。说拿巴黎卡，那查一下。你现在重来，等，你先不要按着那个，这是西班牙文。来，哎，你按错了。啊。这个。等一下，车票花了15分钟。打去宾士问啊，你宾士卡后面有写号码？有啊，等一下再问呗。好，来告诉我怎么过。我也不知道。你看，我就插进去了。对啊。现在要出门去吃晚餐了，马上换上我今天买的 Valentino 的这个低跟的 Nude， 这叫什么 High Heel 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怎么称呼，它有没有特别的名字，我也不知道。漂亮，很喜欢，然后穿了一个平口，然后就耳环。好啦，出门啦。首次米其林餐厅出题。